表演的演員有許冠傳、黃國慶、趙振武、紀石華、黎智波、范容禮、盧德美和陳慧嫻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三通主，阿龍啦，由標國瑞演，你識佢咩？喺演講室，喺演講室嗰度。演講室，即係睇佢啲武術演講嗰啲。聽下佢啲聲。你这都是比哎呀，当然当然。这样，这么大个爷这么走啊？哎，阿爷都唔知几好机会走啊，周围周围跳来跳去。好，唔该晒。跟住落嚟咧系。